手上担任校长之后，首次从我手上毕业的孩子，你们即将在校长的脑海中留下的重逢，不舍，校长也得舍。会长仅代表家长会向所有的毕业生们送上热烈的祝贺。而且，尤其是我们今天毕业生代表毕业生哈。那在此呢，我们代表校长来祝福我们的毕业生们，在未来的走路呢，都能够展翅高飞，永不放弃，不停的前进，梦想终会实现的。毕业证书，此证。彰化县竹塘乡土库国民小学校长王胜贤，中华民国112年6月14日。今年是个人担任校长之后第一次欢送毕业生，虽然今年仅有4名毕业生，但却能囊括所有师生对他们的疼爱以及祝福。我们从毕业的流程、节目的安排以及场地的布置，力求温馨感人，让他们永生难忘。所以同仁们收集孩子们国小阶段的学习照片，用影音勾起毕业生的在校点滴。我们更结合了竹塘的事件会，策划香氛蜡烛的制作课程，透过引导提问，让孩子们把他们在这里所习得的爱与优良传统、抗压、恒毅力、国际移动力以及关怀在地力戳进竹心，借由星火传递土库精神。谢谢。我是3年级才转学过来的，跟前一所学校比起来，在这里学习的很快乐，每一位老师都很有耐心的教导我们。学校会办理见学活动，带我们走出校园去印证课本内的知识，运用3野课程让我们培养恒毅力，规划10农课程使我们更加了解家乡的特色。在学校的每一天都有新的学习、新的发现，
相信我们到了国中以后，凭借着土库师长们帮我们培养的能力，一定能战胜未来的学习挑战。感谢学校用心办学，土库师长的付出我们有目共睹。今日看到自己的女儿毕业了，比以前更加懂事，更加负责，真的很感谢学校师长6年来的指导，谢谢。